三、二、一，德文先生，我们是蒙古的快递，你的包裹已经到达了。小伟先生，你的包裹已经到达了，请出来签收。小伟先生，陈伟先生，陈永林先生，我们是蒙古快递，请出来签收啊！蒙古妈快递啊，早上八点多按三小时铃啊，关门是不会关的。哎，阿仁呢？哦，还真有包裹。帮你签收蒙古的快递进账，还真有包裹。到底谁送的？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歌神。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从外面捡到的包裹。这个包裹是蒙古的快递给我的东西，可是他是怎么找我家的、啊？这也太恐怖了吧！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这个东西吧。OK， 各位观众，这个东西是 MK3， 它这个是手榴弹，不知道是谁送我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吧。哦，还有一张纸条。幽灵哥你好，我常常看你的开箱影片，影片做得非常好笑。希望你可以继续拍开箱的影片。应该是粉丝送给我的，我竟然有粉丝啊！好吧，感谢这位粉丝送给我的礼物。哇靠，这个是雪弹枪的手榴弹啊！各位观众看一下，这个也可以装 BB 弹，也可以装雪弹枪的，还有装。那个国外最夯的那什么内服吗？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它的构造是什么。首先，这个东西是插销、哦，这样一打开，好像就可以打开了。哇，它弹力也蛮大的，各位观众看一下，超级大的。它打开就是这样子。很多人都会问说 ，MK3 这种手榴弹、BB 弹要从哪边填？各位观众看一下，这地方轻轻转开 ，BB 弹就从这里面填入进去。基本上填50发就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就把它盖起来吧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我们在家里找到一个箱子，可以来测试 MK3 的手榴弹了。我们现在就来测试吧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哇，这个太屌了吧！这个爆炸威力真的太酷了，直接整个炸开来，哇 ！BB 弹四处满天飞啊！这个手榴弹只要是近战打到他身边，绝对一定会阵亡的。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蛮算推荐的，各位观众，这个它的优点还蛮不错的，就是不用灌瓦斯，它的动力是用弹簧。我觉得个人可以推这一个东西，不用供瓦斯就可以直接丢出去。记得一下，如果想要还原的话，就是把这三个东西先把它压起来，再把上面压起来，下面的东西压起来，再压，然后它这里好像有个卡榫，它就不会爆了。这里面把它按住一下就好了，就不会弹开。再就是轻轻放下去。
再把插销放回原位。这个 NK3 可以持续的反复使用，用力摔也不会怎样，就尽管用力摔就对了。OK， 影片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加分享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Ghost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